准备三个鸡蛋，用力打散，放西兰花、胡萝卜、洋葱、火腿丁、葱花，再放煎饼粉。它不是面粉，而是玉米、小麦、糯米等按比例搭配，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。刷油直接下锅摊平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吧？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都抢着吃。